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九华藏世界品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福告大众言：此无边妙华光香水海东，次有香水海，名离垢厌障，除大莲花，名界相摩尼王庙庄严，有四界种而住其上，名遍照刹旋，以菩萨行吼音为铁，此中最下方有四界，名宫殿庄严床，其行四方，以一切宝庄严海众，莲花光明往云弥法其上，佛刹为神树世界为摇，统一清净，佛号眉间光遍照。这个世界中的周围啊，咱们前台讲的世界中正宗，现在讲这个世界海的这个世界中香水海的东边，入世东南西北啊，东南西北西南西北多了有十个，这就是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。普贤菩萨跟这个在会的大众菩萨说啊，说在我们这个妙华光香水海的东面还有一个香水海，那个香水海的名称呢叫离垢厌障，在香水海出了一个大莲花，这个大莲花叫一切香摩尼王庙庄严，在这个大莲花之上有四界种住，这个大莲花之上名叫遍照刹旋，这个莲花以什么为体呢？以菩萨行吼音为体，菩萨说法的音声，行菩萨的音声，吼就声音非常之大的，以这个为体，这是最上方的，它这个下方还有世界，名叫宫殿庄严床，其形是方的，四方的，以一切宝庄严海众，莲花光往云弥法其上，佛刹微神树世界为摇，统一清净，举佛了，这个住世现住世的佛号眉间光遍照，这里头可以讲的就讲菩萨行。什么叫菩萨行？菩萨呢，据如来说菩提萨埵，反正华严呢就有觉有情，是一切觉情都有悟，都觉悟，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的时候，人华严经讲是十度啊，一般经讲六度，过去的行的布施都共施，现在感的果报，依报的果报，菩萨所行的学处在华严经是十波罗蜜，那一般的经论说是六度是菩萨行，
总的说来，菩萨凡是菩提萨埵，要使一切众生都能觉悟，这才叫做菩萨。菩萨从最初发菩提心，修行菩萨行，这个菩萨行就是发了心了，要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。那么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叫菩萨行，行菩萨道的时候一定要说法，说法就叫吼音。那么说这个香水海啊，摩尼王妙庄严的这个世界庄，都是以这个菩萨修行所成的，所成就的，那就是菩萨的吼音，做这个世界总的体。那在这个世界总的下方有世界，叫宫殿庄严。那在宫殿庄严这个世界中，有佛叫眉间光遍照。没有说说法，现在这一品呢，华藏世界主要的是说毗卢卓那佛的衣报，但是咱们的看法子，以咱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业报身、业报的六根，咱见不到华藏世界的本体，也见不到华藏世界的清净相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行菩萨行呢。我们这个修的菩萨行啊，还在你贪嗔痴慢疑三边戒尽邪，还是在这个烦恼当中呢，没有得到清净呢，所以见不到，见不到。因此你要想明了这个世界的难力啊，咱不说这么深这么远的华藏世界了，咱们现在连咱们这个世界还没有认识啊。咱们所认识到的，无论到美洲、到澳洲、到欧洲、到亚洲、到非洲，还有洲你没到啊，可以咱也到不了，那个地方还没开展旅游业呢，你怎么到得了？开展旅游业咱们也没那笔经费，南极北极咱们没到，那有无量大片土地，但是是零下八十度，咱们零下三十度就受不了了，要到零下四十度到零下五十度，那人就活不出来了，能到八十度去吗？但是科学考察船到南极北极，他们的特殊的保温设备，科学家很感兴趣开发的南极北极冰世界，冰的厚度跟这个地球的厚度、地下的厚度一半，冰层冻下去，咱们也不知道啊，咱连咱这个娑婆世界的，就是咱们这个国度南瞻部洲，就这个小地球，咱不知道的太多了。像这种世界种，这是普贤菩萨说的，一般的菩萨他不知道的，他连这个依报也没达到，达到。不论你从这禅宗了、教下了、净土宗了，
都没有谈到这么广、这么深、这么远，华藏世界。而在这么华藏世界的总体啊，华藏世界的东边，现在我们说这是华藏世界的东边，那个世界叫德华藏。还有这个南边，还有北边，还有西边，还有东南呐、西南呐、东北啊、西北啊，还有上下呢。一个世界转，围绕它的无穷无尽，这叫虚空里建立的。这意思就是让我们把那心量啊放大大的。那那的，开阔我们的意，开阔我们的心，都在我们本心当中。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的多，不非常的多。所以在《华严经》讲，就说单说华藏世界，咱们前头在这个世界的成就。回想回想，世界是怎么成就的？在这个世界成就当中，单举华藏世界，举了华藏世界，再说华藏世界的周围世界，仅此而已，仅是个华藏世界。这个世界，现在咱们所说这个念这个世界，这是在华藏世界的东面，东面，东面也跟咱们现在这华藏世界一样的，一层一层一层相对着的。咱们现在说了第一层，还有第二层，史上过佛刹微神数世界。有的世界名叫德华藏，它是圆形的，七星正圆，一切宝华蕊海住，这个海叫不是一切宝华蕊海，珍珠床狮子坐云，弥宝其上。咱们对于珍珠床狮子坐什么样子，咱都不知道，但是是云，不是狮子座。狮子座云，狮子座像云一样的，在这个世界的德华藏世界上头覆盖着，有二佛刹微神数世界为牙，佛号呢一切无边法海会，这个世界的佛主，主要的世界主就是佛，哪尊佛呢？一切无边法海会，这是第二层啊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数世界，有四劫名为善变化妙相轮。这世界形状呢，如金刚。以一切宝庄严灵王海座，这个海的名字叫一切宝庄严灵王，有种种庄严圆光云弥宝其上，三佛刹围绕，前头一个二十层佛刹了，这现在又是二十佛刹，每个佛刹的都有无边的世界微尘数的世界没有，还没有一个一个说，要一个一个说呀、以咱们这个人间的寿命啊，说一万年说十万年也说不完呢，寡说围绕的世界你也说不完呢。
比如咱们举个例子说吧，说这亚洲，亚洲好多个国家，就说咱们中国，中国是总的名称啊，有30多个省啊，每一省还有好多县呢，每一个县还有好多村落呀。要是这么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吧说吧，我够你演说的了，你演说几天说不完。这个国仅是亚洲一个国家，把亚洲其他的国家都说完，完了再说到欧洲，欧洲完了说是美洲，美洲再说到南美洲，完了时候那个闹洲，再说美洲，再说大洋洲，这样来说来说去，你说得完吗？现在在说我们这个总体，总体就有这么多，一个佛刹，又有微尘数佛刹为养，这20层就有20个微尘数佛刹那么为养，是一个。现在又说东边这一个，重重无尽，是开放的，往外开放说。咱把它收拾回来，不做开放的说，收拾回来摄归你的心，是你的心所变。乃至你的心一天有好多念头，你把这些华藏四界海就是你现在心的一念，这个意思明白了吗？回来向外分析是无穷无尽，不去分析了，回来现在心的一念，这个都在一真法界里头。再说无量世界转还是一真法界之内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心，就是把它开阔了，把它分析了。那回来说呢，我们现前的一念，那这个20重世界，咱们那个上回讲那个华藏世界的，是华藏世界的周围世界，就管13重的毗卢遮那，就管这13重的世界，咱说不清楚啊，跟佛的教导，跟普贤菩萨这样说，我还是不清楚啊。在经文上这样念念，等你念熟了，心量放大了，才能理解这种道理啊，不然你没法理解了。就是种个善因而已，种个善因而已。咱们这以下就不解释了，一个一个佛刹念一念，大家注意听。以上过佛刹为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曰善变化妙相轮，形如金刚，一切自宝庄严灵王海众，种种庄严圆光云弥法其上，三佛刹为尘数世界为号，佛号呢功德相光明普照。此上过佛刹为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妙色光明，其状犹如摩尼宝。其状犹如摩尼宝轮，以无边色宝相随海座，普光明珍珠楼阁云，弥法其上，是佛刹为尘数世界为摇，同一精进。
这上头都拿摩尼宝来形容。嗯，大家看着地藏王菩萨拿那个珠子吧，那就叫摩尼宝，摩尼宝就叫如意珠。嗯，我们简单把它解释了，如意宝就是如意钻。嗯，随便你做什么颜色都可以。嗯，到了水彩，这是青的，它就变青的；到黄，它变黄的。瓷白红蓝都能变换，嗯，因为它如意嘛，嗯，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。经文里头好多拿如意宝来形容的。以上过飞刹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妙色光明，其状犹如摩尼宝轮，以无边色宝香随海众。普光明珍珠楼阁云弥法其上，是佛刹微尘数微遥，存意清净。佛号呢，卷散卷属，除心遍照。这个佛的名字啊，就叫散卷属，除心遍照佛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。善盖福状入莲花，以金刚相似海中，离神光明相似海，弥法其上，五佛刹微神数世界为遥，佛号法喜无尽会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数世界，每一个世界啊，隔着还有微神数佛刹微神数世界，不是两个紧挨着的。为什么不全说呢？普贤菩萨观察着我们这众生智慧啊，就这样说已经没法接受了。如果把这个微尘数，一个微尘一世界，一个微尘这样说起来，没法说尽。这个以上过微尘数是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叫斯利华光轮，它这个形不是圆的，是三角形的，以一切坚固宝庄严海中，菩萨的摩尼观光明云弥法其上，六佛刹微尘数世界为遥，佛号清净普光明。以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海名宝莲华庄严，行入半月。嗯，半月嘛，就是初七初八的时候，看月亮半边了，它那形状像半个月形。以一切莲花海众，一切宝华云弥法其上，七佛刹世界微尘数。唯有有七佛刹微尘数那么多世界，唯有这一个世界统一清净，佛号功德华清净眼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无垢焰庄严，其状犹如宝灯行列。宝灯行列啊，以宝焰障海状，常与相随，种种的身云弥法其上，八佛刹微尘数世界为遥，佛号慧力无能胜。以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妙梵音，形如万字。万字咱们昨天讲了啊，一宝一床海中，一切华藏庄严弥法其上，华一切华庄严藏藏云弥法其上，九佛刹微尘数为遥，佛号呢广大目，入空中净月。以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微尘数音声，其状犹如音陀罗王，一切宝水海众，
一切要因宝盖云弥法器上，十佛刹为神树，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金色须弥灯。 此上各十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宝塞庄严，形如万字，以第四行宝王海中，日光明华云弥法器上，十一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要，佛号回照法界光明字。此上各佛刹为神树世界。 有四界名金色妙光，其状犹如广大城廊城郭，一切宝庄严海中，道场宝花云弥法器上，十二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要，佛号宝灯普照床。此上，过佛刹为神树世界。 又有四界名曰普遍照光明轮，状入华轩，依宝一玄海中，佛音声宝王楼阁云弥法器上，十三佛刹为神树为要，存疑清净，佛号莲花焰遍照。那个十三重。 跟咱们这个华藏世界十三重的，咱们这个世界相对照的了啊，平行的了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宝庄严，状入四周，以宝璎珞须弥座、宝焰摩尼云弥法器上，十世佛刹为神树为要。 佛号无尽福开福华，这个地方说他这个状上形状啊，就像我们这个须弥山的四大部洲，咱们这个讲的四大部洲，他这举了四洲，形象像四洲。 那四周呢，就是东胜神州、南瞻部洲、北西牛贺州、北俱卢州，拿咱们这个世界的四大部洲来形容。所以，他这个有十世佛刹为神树，世界为阳。咱们从这个上头要往上一个世界，要上无边世界为神树世界，完了周围的。 又有无边的微尘数、非尘数世界为阳，中间说一个世界，每一层都如是说，这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，无穷无尽的。以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如镜像普现，其状犹如阿修罗身。阿修罗身什么样子？ 咱没见过阿修罗啊，他这个举例呀、啊，都是咱们能不能知道的，连举这个例子，咱都不能知道。普贤菩萨是给那与会的，都是等觉菩萨说的，那些个菩萨都证了法身大事了。咱是种善根的啊。有四界名如镜像普现。 镜像普现没有吗？在镜子里的像，把它印成真的，有这么回事吗？他这形容着，形容像那样，其状的如莲花身，其状的如阿修罗身，以莲花以金刚莲花海状，宝冠光影云浮其上，十五佛刹为神树为要，此上。 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旃檀月，七星八玉，八个星的啊。以金刚旃檀宝海状，这些名字是形容词啊，不要印真了。
说他那个世界的像那个金刚旃檀宝，珍珠华摩尼云佛法其佛法其上，要来普贤菩萨来说呀，咱们这个云彩都有名啊，咱每天早晨这一天这个空中这个云彩，咱说不出来名字叫什么名字。那普贤菩萨把这个世界总的所有的云，这个云叫什么名称的云，这个名叫什么云称云，咱这迷迷糊糊的，这云叫什么云，咱叫乌云，不亮，亮的咱们叫光明云，大概就这样的吗？天都黑了，就黑云遮盖了，就黑云。那普贤菩萨把这个云彩，这些个国，这些世界，都云成的法，法器上，这些个云都有名词，而且那云像什么？像珍珠华摩尼。那云就像珍珠花摩尼一样的，有十六佛刹微尘数世界微遥，统一清净佛号呢，最胜法无等智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离垢光明，其状犹如香水。香水旋流，以无边色宝光海作，这个海的名字叫无边色宝光海。妙香光明云弥法其上，十七佛刹微尘数微遥，佛号遍照虚空光明音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妙华庄严，其状犹如玄耀之形。以一切海众，一切耀印摩尼云弥法其上，十八佛刹微尘数世界为遥，佛号普现甚光明。以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圣音庄严，其状犹如狮子之座，以金狮子座海座，众彩莲花帐狮子座云弥法其上，十九佛刹微尘数世界为遥，佛号无边功德称普光明。以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高圣灯，状入佛掌，入宝衣服相存海状，衣宝衣服相存海状，耳轮普照宝王楼阁云弥法其上，二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为遥，存疑清净，佛告普照虚空灯。这是咱们这个世界庄的东边又是二十层佛寺建，东边的佛的二十层寺建，另一个香水海。诸佛子啊，此离垢障香水海的南，东边和南边又说了，次有香水海名无尽光明轮，世界总名佛闯庄严，以一切佛功德海音声为体，此中最下方有世界名耐见皇，状入宝轮，以摩尼数丈宝王海座，化现菩萨行的宝藏云弥法其上。这有些咱们没法理解的，这菩萨行
化现的还是菩萨行宝藏云，说这个云彩的名字啊，就化现菩萨行的宝藏云，弥法其上。佛刹为神树是遥，世界为遥，统一清净，佛号莲花光欢喜面。这是南方啊，这是南方。那么前头那个念诵的读那个，那是东方，东南。嗯，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妙音，佛号须弥宝藏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众宝庄严光，佛号法界音声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相状金刚，佛号光明音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净妙相，佛号最胜精进力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宝莲花庄严，佛号法成云雷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啊，调个音啊，佛号法成云雷音。嗯，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这都撂了，把那多少生世界微咬撂了，跟前头是一样的。嗯，这是翻译的，把它撂下了，不然太重复了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垢王，佛号四德光功德海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华林闯遍照，佛号大智莲华光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量庄严，佛号普严法界藏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普光宝庄严，佛号圣智大商主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华王，佛号月光床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离垢障，佛号清净觉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宝光明，佛号一切智虚空灯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畜生宝璎珞，佛号诸度福德相光明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妙轮遍佛，佛号调伏一切眼浊心令欢喜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宝花床，佛号广博功德印大明成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量庄严，佛号平等智光明功德海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尽光庄严床，撞入莲花，以一切宝海状莲花光摩尼王弥法其上，二十佛刹为神树为傲，统一清净，佛号法界净光明。诸佛子，此无尽光明轮香水海右旋，次有香水海名金刚宝焰光，世界中名佛光庄严，以成说一切如来名声为体。始终最下方有世界名宝焰莲花，其状犹如摩尼塞眉间毫像，以一切宝塞水玄里玄海状，宝塞水玄海状，一些庄严楼阁云弥法其上，
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无垢宝光明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光焰藏，佛号无奈自在自坏光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宝轮妙庄严，佛号一切宝光明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旃檀树华藏，佛号清净智光明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佛刹妙庄严，佛号广大欢喜，佛号清净光明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佛刹妙庄严，佛号是广大欢喜音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妙光庄严，佛号法界智在智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边相，佛号无奈字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焰云床，佛号演说不退轮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名众宝庄严清净轮，佛号离垢光明华光明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广大出离，佛号无奈自眼自日眼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妙庄严金刚座，佛号法界智大光明，法界智大光明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智慧普庄严，佛号自具光明王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莲花慈深妙音，佛号一切自普照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种种色光明，佛号普光华王云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妙宝床，佛号功德光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摩尼华豪相光，佛号普音云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甚深海，佛号十方众生主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须弥光，佛号普字音。此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金莲花，佛号福德藏普光明。以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金莲花，佛号福德藏普光明。以上垢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宝庄严藏，形容万字，以一切香摩尼庄严树海住，清净光明云弥法其上，二十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大变化光明王。诸佛子是金刚宝焰相随海的右旋，次有相随海，名地清宝庄严，世界总名光照十方，以一切妙庄严莲花香云众，以无边佛音声为体，以此最下方有世界名十方无尽色藏轮，其状周回，有无量角，
以无边沙一切宝障海座，因陀罗王而法其上，佛刹为神树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莲花眼光明遍照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，名出现莲花座。 佛号遍照法界光明王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宝庄严，佛号大功德普明成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金刚宝庄严藏，佛号莲花日光明。 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因陀罗华愿，佛号法自在智慧床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妙轮帐，佛号大喜清净音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。 有四界海名妙香藏，佛号大力散桑卓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海名清净月。佛号须弥光智慧力。 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无边庄严相，佛号方便愿，净月光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海名妙华香，佛号法海大愿音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。 有亦有四界名一切宝庄严，佛号功德宝光明相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坚固地，佛号美音最胜天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普光善化。 佛号大精进寂静慧，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善守护庄严行，佛号见者生欢喜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旃檀宝华藏。 佛号甚深不可动智慧光遍照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明现种种色相海，佛号普光普放不思议圣意王光明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明化现十方大光明。 佛号圣功德，微光无余等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须弥云床，佛号极净光明眼。已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莲花遍照，其状周圆，以无边色。 众妙香摩尼海中，一切成庄严云，弥法其上，二十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要，此亦统一清净，佛号谢脱精进日。第五。 金刚轮庄严底海，诸佛子，此地清宝庄严相随海的右旋。
持有相持海，名金刚轮庄严底，世界海名妙宝坚错因陀罗王，普贤智所生音声为体，此中最下方有世界海名莲花王，其状犹如须弥三行，以众妙华三藏海状，佛境界摩尼王帝王云而法其上，佛刹微神树世界为摇，统一清净，佛号法身普觉坏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尽日光明，佛号最胜大觉慧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海名普放妙光明，佛号大普云无尽力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树华床，佛光无边自法界因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珍珠盖，佛号波罗蜜狮子频身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边因，佛号一切智妙觉慧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普见树分，佛号普现众生前。此上无边佛，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狮子帝王光，佛号无垢日金色光焰云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众宝坚错，佛号地床最生慧。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，有世界名无垢光明地，佛号一切力清净月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横出探佛功德因，佛号入虚空普觉慧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高焰藏，佛号化现十方大云床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光严道场，佛号无等智遍照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出生一切宝庄严，佛号广度众生神通王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光严妙宫殿，佛号一乘广大会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微尘寂静，佛号不腾现。此上过佛刹微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摩尼华床，佛号月意音吉祥音，佛号月意吉祥音。此上过微尘树佛刹，此上过佛刹微尘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普云障，其状犹如楼阁之形，以种种宫殿相随海状，一切宝灯云弥法师上，二十佛刹微神树世界为摇，统一清净，佛号最胜觉神通王。
第六，拈花因陀罗王海。诸佛子，此金轮庄严地香水海的右旋，此有香水海，名莲花因陀罗王。世界中名普现十方行，与一切香摩尼庄严莲花状，一切佛智光音声为体。此中最下方有世界名众生海宝光明，其状犹如珍珠之杖，以一切摩尼璎珞海旋状，随光明摩尼云而法其上。佛刹威神树世界为摇，统一清净，佛号不可不思议的功德遍照月。此上故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妙香轮，佛号无量力藏。此上故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妙光轮，佛号法界光阴觉悟会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吼声摩尼床，佛号莲花光横翠妙妙背，佛号莲花光横翠妙背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极坚固轮，佛号不退转的功德海光明。此上各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众行光庄严，佛号一切智普胜尊。此上各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海名，此上过威神树佛刹是，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狮子座遍照，佛号狮子光无量力觉慧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宝焰庄严，佛号一切法清净智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无量灯，佛号无忧相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常闻佛音，佛号自言胜微光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清净变化，佛号金莲花光明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普入十方，佛号观法界频身会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资严焰，佛号光严树紧诺罗王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以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无量巨轮，佛号普现佛功德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众妙普清净，佛号一切法平等神通王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金光海，佛号十方自在大变化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珍珠华藏，佛号法界宝光明不可思议会。此上过佛刹极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第四须弥狮子座，佛号胜利光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有世界名无边宝普照，其行四方。
以华林海状，普雨无边塞，摩尼王地宝弥宝其上，二十佛刹为神树，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遍照世间最圣音。第七，吉祥宝，吉济宝香藏海。诸佛子，此莲花因陀罗王香水海的右旋，此有香水海，名吉济宝香藏。世界中名一切威德庄严，一切佛法轮音声为体，此藏金刚宝光云而宝其上，佛刹威神入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莲花眼。此上佛刹威神入世界，有世界名喜见音，佛号生喜乐。此上过佛刹威神入世界，有世界名宝香，名宝庄严床，佛号一切智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多罗华普照，佛号无垢寂妙音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变化音，佛号清净空智慧月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众宝坚错，佛号开示福德海密云相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一切庄严具妙音声，佛号欢喜云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莲花池，佛号明成床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一切宝庄严，佛号贫身观察眼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净妙华，佛号无尽金刚智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莲花庄严城，佛号呢日藏眼普光明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量树方，佛号一切法雷音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日光明，佛号开示无量智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离子莲花叶，佛号一切福德三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风普慈，佛号日耀根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光明显现，佛号深光普照。此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香雷音金刚帮普照，佛号呢最胜花开福相。以上过佛刹威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帝王庄严，行入网寻，以一切庄严海柱光焰楼阁云弥宝席上，二十从佛刹威神树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呢示现无微云。第八，宝庄严海。诸佛子啊，此吉济宝香藏香水海的右旋，此有香水海，名宝庄严，世界者名普无垢，
一切微尘中佛刹神变身为体，此中最下方有四界名净妙平坛，行入宝山，一切宝光轮海座，种种旃檀摩尼珍珠云弥法其上，佛刹为陈述的四句卷首，统一清净，佛号南摧佛无等床。此上故佛刹为陈述世界，有四界名资严妙庄严，佛号莲花会神通王。此上故佛刹为陈述世界，有四界名微妙香轮床，佛号十方大明迷大明称，十方大明称无尽光。此上故佛刹为陈述世界，有四界名焰藏摩尼妙庄严，佛号大智慧，见闻皆欢喜。此方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妙华庄严，佛号无量力最胜智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出生敬畏神，佛号超胜范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普光明变化香，佛号香象金刚大力士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光明玄，佛号一乘善明乘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宝应罗汉，佛号无比光遍照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妙华灯窗，佛号究竟光明无奈慧灯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善巧庄严，佛号慧日波罗蜜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旃檀华普光明，佛号无边慧法界音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帝王床，佛号灯光回照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净华轮，佛号法界日光明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大威耀，佛号无边功德海法轮音，佛号开示入不可思议智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平坦地，佛号功德宝光明王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香摩尼聚，佛号无尽福德海妙庄严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微妙光明，佛号无等力普遍音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十方普坚固庄严照耀，七行八月以新王摩尼宝海座，一切宝庄严藏，宝庄严藏云弥法其上，二十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耀，统一清净，佛号普严大明灯。诸佛子，此宝庄严香水海右旋，次有香水海，名金刚宝具，世界总名法界行，一切菩萨地方便法音声为体。佛刹为神树世界为傲，统一清净，佛号的最胜功德光。以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妙盖，佛号法自在慧。以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做宝庄严的狮子座，佛号大龙渊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出现金刚座，佛号生狮子座莲花台。此上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四界名圣华圣音莲花圣音，佛号智光普开悟。
以上故佛刹为真实世界，有世界名善观喜，佛号慈地妙光王。此上故佛刹为真实世界，有世界名喜乐音，佛号法灯王。此上故佛刹为真实世界，有世界名摩尼藏因陀罗王，佛号不空见。此上故佛刹为真实世界，有世界名住妙地藏，佛号焰神闯。此上故佛刹为真实世界，有世界名金光轮，佛号净智众生行。此上故佛刹为真实世界，有世界名须弥山庄严，佛号一切功德云普照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众树行，佛号宝华相净月觉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不畏，佛号最上金光聚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大明成龙王床，佛号观等一切法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四现摩尼伞，佛号变化日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光焰灯庄严，佛号宝盖光遍照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香光云，佛号施为慧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无怨仇，佛号精进胜慧海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且庄严具光明床，佛号普现月意莲华自在王。此上故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豪相庄严，形如半月，于须弥山摩尼华海座，一切庄严资严光摩尼王云弥法其上，二十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佛号清净眼。诸佛子持金刚聚相随海的右旋，次游相游海，名天成宝蝶音，宝蝶音蝶。世界中名灯焰光明，以普世一些平等法轮音为体。此最下方有世界名宝月光焰轮，形容一切庄一切宝庄严海柱。琉璃伞狮子坐云而法其上，佛刹为神树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佛号日月自在光。以上佛刹为过微尘，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海名须弥宝光，佛号无尽法宝床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众妙光明床，佛号大华聚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摩尼光明华，佛号人中最自在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普音，佛号一切自偏障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海名大树紧诺罗音，佛号无量福德自在龙。以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海无边的净光明，佛号功德宝华光。以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最胜音，佛号一切自庄严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有世界名众宝坚实，佛号宝焰须弥山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树世界，
有四界海，名清净须弥山，佛号出现一切行光明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香水盖，佛号波罗蜜无奈海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狮子华王，佛号宝焰床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金刚妙华灯，佛号一切大愿大愿光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器一切法光明地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琉璃华，佛号宝吉床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无量妙光轮，佛号大威力智海藏。此上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明见十方，佛号净修一切功德床。此上过十过佛刹为神殊世界，有四界名可耐梵音，行入佛手，以宝光王海座菩萨身，一切庄严云而法其上，二十佛刹为神殊世界为要，统一清净，佛号普照法界无奈光。行莲果寺跟我们说，这些刹名、佛名，说你呀都能理解了，不要去解释了。这是《大方广佛华经》第九卷，咱们念了一个《大方广佛经》第九卷。这一下还多，还多。以下还有一卷吧，咱们这一气呀、念了一卷呢，以下再一气又念一卷，这叫华藏世界。还有十几分钟啊，不再念了。是非经过不知难呐、一些事啊自己没做过的不知难处。我在西藏的时候，我的老师传这个大藏经的经藏寡传经藏，他念了100天，早晨6点到晚上6点，中间12点钟中午吃饭解个手，耽误1个小时，就这么念11个钟头。大概我们受这个它叫传承啊，我们领受传承的人呢，大概也有像这咱们这些人数吧，好几百人，做的人简直受不了了。那这个我这上司在座上就这么样，比我还快。他那个本子不是我们这个本子，是那个帐子，他叫薄地，得两手翻，但是有这么宽，有这么长，叫薄地，一卷有这么厚，就是两手翻，一边翻一边念，一边念，比我念得快。我这才念了1个多小时。这才是华藏世界品的2到3，3还没念呢。大家听了就听个佛名号就好了，你听到好多佛名号呢，20重的世界佛名号，咱们这是举为首的，他还有他眷属呢，都包括在内了。咱们听见说拜那个千佛忏，拜万佛忏，1万佛，
比这个二重重世界所有的佛呀，可以说万万万万万，你算去吧，算不出来数字了，无量佛。《华严经》的书上就在这个地方解说呢，咱们这个智慧是没办法解说的，所解说的都是一个现象，达不到本质了，是读就行了。读《华严经》的称为华严菩萨，不是说你讲解了，就说你读。咱这不有一般的道友吗？天天都在读吗？他们都是华严菩萨。西藏的一个庙堂的护法，谁的庙堂呢？文殊师利的庙堂，妙吉祥的庙堂，他的护法。那个神，庙堂的那个神，守护神，到我们大陆来请一个送华严经的师父，请他去送华严经，称他为华严菩萨。所以从历史上读华严经的境界，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然后不理解，正因为你的不理解，你的智慧啊，这叫不去分别，不去分别，假不分别的这个智慧叫无分别智。但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道友们赞叹，我念得好，赞叹法呢点脑壳，那他听的简直就是颠倒车。虽然入世，你的功德寡人听一听，因为华严经从来很少讲功德，很少讲福德，专讲智慧。这功德呀，它是没功德的功德是不可计数的，它一举都是世界微尘数，把世界某为微尘，一微尘算一个数。又是功德是拿这样来计算功德的。我们能遇到华严经已经不可思议了，而那还是读诵还能学，这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。说大家读普贤横品的时候，读普贤横品的功德，微佛与佛乃能知道，其他的诸大菩萨都不能知道这个福德。原因就在此，在此，他这个不可思议经典有不可思议的智慧。这是不可见相的，不可琢磨的。你说没想，怎么想得到？怎么想得到？没法想。因为我们这个思想不是智慧，机会开点智慧。一般的菩萨，全程的菩萨，这种境界是得不到的，挺得不到的。因此大家在听的时候啊，不要怪瞌睡啊。在那个不可解除去理解，不可解除还怎么理解？就不解了，不解了。不解是不用你妄想的执着的分别心去分别它，用什么呢？用你那个本具有的那个智慧光照它。咱们是经讲光，经讲照，经讲智，好多形容光照。见到自己的光了吗？
咱们见不到的，加普贤三昧菩萨加持的光明，普贤三昧加持的光明来照耀我们，来照我们，来启发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智慧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